不爱再找机会了。不要质疑自己的才能，不要质疑自己的才能，不要质疑自己的才能，特难说这个。不要质疑自己的才能，不要质疑自己的才能，不要质疑自己的才能。好说呀、啊，再来一下，啊，再来一个。荣耀，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荣耀，再玩10年。说完你就说，你不是要去配那个里边那位置，你不要等，你是跟他搭戏，好吧，我们再来一种啊，可能会更好玩。那么选谁好呢？19号，还是23号呢？他可能节奏得快一点，然后那个荧光落刃，我想想啊，哈，荧光落刃就是轻松一点 ，OK。